给八点之中去找你啊好爹
啊，哎呦，这样，侬心中该多少的？俺来接好几年外头的房子开，我听你姑娘喜爱喜爱，咱们客气嘛，我倒知道大家知道。好呀，姑娘，侬开口，我动手，这老子侬就开心。阿乐，哎，一路我来大家知道有话多说，哎，你的漂亮的姑娘，好听老人听，我尽尽开心。哎，好嘞，阿乐，哎，成功的走，侬怎么提帮大忙？啊，谁过来？
哟。大师兄子好开心，二子我请客。少爷孟杰，大圣的子太可恨。孟杰至少得喜个我，孟子爱求你不高兴。我的喜个没高兴的我。我老你才好听才嘿，马路冲去新街的，请我不同意我先生，去了别几年来，看上你的这里打的鸟都被吓醒，我三斤咆哮要加农民火。
我早起飞得无踪影，不言不动，不言不动。
想吃，想我家到的苦吃起来我，不依，想我家中心心难为你。小姐，小姐是谁？
毛线刀子五根，那个一个天，金发的那个天宝。
背着来心思飞到青山县，你那爸爸去的爸爸去小三的老口啊，你哎，求求呗，要那些新的领导被滚你，哎，家那多的不塞心，我让你打你有理，一边一三二的弄啊，一个要十里啊些，哎，别的要背起背到底，啊，给我个一重要的心思，毛病念到啊你，我稍微的该和你些，就那把去的爸爸去。哎，漂亮多年的上山的名子女，啊，背上我，哎呀，多样子我。那来嘛，去啊，下面有钱，我了有钱下去，阿拉不掉了，早给死掉了。那来我啊，没好，你好做，那个谁的我伸只手，那么你托起名字服装，到处装装裤子，基本功那都要练了。那么我看今朝的辰光还是早，到晚黑的老一走，昨晚碰到飞机方面的总一点银子，是高手可以到滚子兵里去救。那么韩国沙场，我还是一路要精神。
这小姐子啊，一往几呀雄心，还等到都要吃，都要听见我的外唱的小弟呀一只，今啊过后我记清清。一定会听到小姐的千金而归的。姑爷，那么是不长，我要回府去了。送他去。不用了，只知姑爷大日了。去自他。小大师已经走了。想到年轻这个先生交给我昏。听到今天来去往上海的中，好吧，那个明天一早同心赴死啊。送银子来了，而顶着三运好货。
在西湖八旗，我们是上海人中走一趟，买点米，买点茶，在人家中午的光阴，为君操劳把银子偷。Thank you.